这个主题呢，跟我们给各位的资料里面没有，不过我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呢，是我在昨天去明道大学讲的哈。那你看哈，我们要做简报，你可以在上面也可以变成单独的，好，比如说像这样子，这个其实还不错哦。我先回到我的最前面这里，好。有没有简报也可以这样玩啊？你在 PowerPoint 怎么这样玩？没办法，事实上这样的概念跟什么很像，跟我们在用什么心智图，心智图是一样的概念哦。那我现在呢，比如说，我来这里。好，那如果我要讲第二个主题，它就跳过去。那这些东西呢，您在这里用的，都在线上就可以完成。那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网络是不太顺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这个简报下载下来，好像我现在就是在我的电脑上面直接去执行，所以这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法哈，给各位参考一下。老师呢，等一下您可以到这个网址 PREGI.com 前面这个就好了，这里 PREGI.com 点进去之后，虽然它是英文的，不过老师刚刚可以发现打中文是 OK 的。好，只是有点小技巧哈，要稍微留意一下。那您进到这里来之后呢，可能您要先登录一下，注册一下账号。当然，您可以用 Facebook 的或者是 Google 的账号，把它并联在一起登录也可以。好，好，有没有这边进来？您可以选择用这些方式加入都 OK 哈。那进来之后呢，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范本。你看，像最近它现在有一个新的。这个是圣诞节的，哎，老师，圣诞贺卡准备好了吗？没有，用这个也不错哦，哎，用这个也不错啊。你看哦，我们就全荧幕的来看一下，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字打进去，好，直接打进去也可以。那我把它先下一个，我们先看完它的内容好了哈，有没有？说真的，你要用 Flash 做到这样还蛮难的，这个都要靠程式啊。可是你可以把你的文字、把你的图片，甚至影片，甚至简报也可以汇进来哦，对不对？是蛮不一样的简报方法。有时候简报不一定要那么制式，我们可以跳脱那个框架。微软给你的那种方法是一种方法，没有错。可是那只是其中一种方法。简报那我来规点功，一点按一页一页慢慢搬给你看，对不对？用这样的方法也是很不错的哈，所以我们先把画面还给老师，请您先到这个网址先登录看看行不行？好，那么您可以决定就完全空的，这是一种方法，对不对？那我先找一个，你看里面的 sample 还蛮多的吧？好，那么随便你要找哪一个都好，假设我想用这个，哦，它还有 3D 的哈，不要用太炫的，我怕等一下太慢。好，我先用比较简单的，假设这个，好，我就按选择，所以它有一些它的范围有一些是付费才会看到对，也有，但是我们用免费就好了。重点是你要知道怎么去修正它哈。好，那么你可以先看一下，先 present 一下，就是我们先看看这个效果如何。好，您可以按空白键，有没有？那你会发现它事实上有一个路径在走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路径等一下我们会编辑，因为你的一定跟它不一样嘛。好，每个人的不一样，甚至你的简报会不会再多出来？也会啊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 OK 的，你移到上面或按 ESC 就离开那个全荧幕哦，你就比较清楚说，这个简报的范本大概长什么样。首先，我们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是，假设你的内容都跟它一样，没有关系。你看这里。他说点到这里是不是就可以增加？可是打英文这个没有问题，打中文我现在换成这个，有没有发现打不出来？但是不要觉得难过，我们来这里，请你从上面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 scenes 布景，你按一下，你往这边看一下有没有看到中文的？如果老师的不小心有日文的，这里还有韩文，对不对？这个现在韩文大家都比较清楚，知道。好，那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日文的，
所以万历老师的是有多国语言的，你可能要从这边先选一下。好，所以我现在选择我的范本是这个，就是那个布景了哈，就是中文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你已经可以这个的哈，来把它存起来，变成你自己的哈。现在呢，好的，现在我们再打看看喽哈。比如说，哎，这个是第一段哈，那我们来点到这边，或者点这里也可以哈。来，我打中文，有没有发现中文是正常的？事实上，它的中文或英文，它的字型就是固定下来了，也就是用的是什么？好像微软正黑体有没有？黑体的，对，黑体的哈。因为其实像姓名体、标楷体，老实讲，并不太适合在当大字来用。内文可以，但是大字它就不太适合。好，你看中文哈，中文字就没问题。好 ，OK。那么字的大小呢？你可以看一下在这里有没有变大变小。其实待会也可以去外面用哈。那么比较特别是，你看到上面是不是还有三个？一看就知道，这叫大标、次标、身体嘛，就是内容，对不对？本文的部分哈。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。如果万一你已经做好了，我现在你按着滑鼠拖曳，有没有就滑下来？哎，点到它，你可以这样去移动，也可以怎么样？你看改变大小也可以这样哦，有没有？啊，请问这个要干嘛？旋转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大家一看都会了。如果你要编辑在这里，要删除是在这边，这样就很单纯了哈。所以你看一个好了，点到这边，你可以继续按编辑，是不是这个字我就可以改了？所以老师先试看看，记得你要打中文，要从上面这个布景这边选到中文的。等一下我们再跟老师讲怎么样调整那个路径。好，路径因为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嘛，甚至我的简报页数要增加，该怎么去处理？好，来。